where you've been, running from things that you know, just trying to find where to live, but it's not bringing you home. As if hope was a pill or a bottle or a phone. Hello. Hello. 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去宜兰。对，因为算是小小庆祝一下情人节，七夕了嘛。对啊。那我们今天要去住一间饭店，是温泉饭店。对，在那个宜兰礁溪。我们从台北车站，然后搭普悠玛号，然后到礁溪站，大概一个多小时吧，一个小时多一点点。然后待会就到饭店，再拍给大家看。Ooh, with you I see the morning always comes. With you I hear the story told by love. You never leave a diamond in the rough. 是姐家吗？对。哦，我们到了，就是这间。这间就是我们今天住的温泉酒店。个名呢就是山形阁。非常有名。哪一个？现在这个。这个拉面听说是宜兰最厉害的拉面，是吗？对，等下试看看，给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个，在饭店楼下的。嘿，这间饭店叫山形阁，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饭店。对对，那我们待会应该会去吃一下他们的拉面，因为听说很厉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进去拿房间。好，出发。你的是什么？你的这个是三星葱拉面，对，很特别，比较台式一点的。对，我这个是野菜拉面，他们这家拉面比较特别，就是做比较台式一点。感觉不错。很好吃，你很爱吃的拉面。我刚刚吃的是这个野菜玉拉面，很好吃。然后马修是吃这个三星葱拉面，很特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已经拿到房间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房间里面，然后现在就是我们跟之前一样，就是房间介绍 room tour。这次我也是叫他去做，你介绍房间比较吸引人，因为我们刚刚吃的拉面很饱，对，所以我现在肚子有点大。不过真的很好吃，刚刚那个拉面。对，如果大家有来那个宜兰礁溪的话，一定要去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真的很好吃。我刚刚差点就是把整个汤也喝完。不过我们晚一点还要在饭店里面吃晚餐，所以我们也不敢吃太多。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吃完了。对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房间介绍的部分。好了，开始。嗨，好，现在带大家来看这个房间。这房间很漂亮，就是日式风格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很漂亮。而且它就是一般的房型就会很漂亮，而且它每一个房间都是有配一个，就是温泉浴缸。对，所以很棒，真的很赞。然后一进门这边呢，这边是挂衣服的，然后你看。还有给我们两个浴袍，就是因为他们二楼这边有大众池，所以说如果你们想要穿这个去泡澡也是没问题的，就直接穿到楼下去，或者是你要去这边的餐厅吃饭啊、晚餐啊或早餐，你也可以穿着浴袍去吃，就是比较有气氛一点。那再来我们来看浴室，好，这个是厕所，他们是免治马桶的，进来这边可以看到，已经可以看到了，这个是泡澡的浴缸，很日式的感觉。
我们进来里面，这里也可以爬进去、啊，谁要从这里爬进去啊？走这边就好了。好，这边是那个淋浴的，对，淋蒙头，然后洗发精、沐浴乳在这边。好，再进来就是泡澡的，晚上我们再泡给大家看。哎，这浴缸很大哎，而且是石头的，泡起来一定很舒服。哎，这个浴缸可以四个人哎，六个可能太多了。超大的，好，我从这边出去。好，我们进房间。好，我们进来房间看。进来这边有一个沙发，很漂亮的沙发。然后这边是什么？哦，有咖啡跟一些饼干啊、茶包，这个都是免费的，应该是吧？葱饼，宜兰饼。牛舌饼吗？哦，牛舌饼，对，这个是牛舌饼，对啊，都是免费的。然后再进来这边，然后这个是冰箱，他刚刚说这个也都是免费的，就是想喝就喝，对啊，不用额外收费的。然后咖啡杯啊，电视机，对，然后再就是阳台，看出去可以看到那个农田哎，是吗？对啊，那边有农田，能看到，看一下。外面，对，晚上可以去这个附近的夜市晃一下。对，好像有吗？好像有夜市。对，我等一下来查一下。好，最后啦，就是要来试躺一下这个床舒不舒服。这个床啊，就是对还不错，比较日式的，所以它会比较硬一点，但也没有到很硬。我觉得台湾人都会接受这个，就是不软不硬，很刚好。我们两个好像喜欢躺很软的，不过这个是介于中间，所以 OK， 也很舒服。应该就是马上就会睡着了。好啦，就我介绍完了。我们现在去三楼，对，它有一个小活动在那边。Cityscapes and skylines Running circles round this heart of mine You don't know the first thing And you don't know 我们要做扩香石我选了一个蓝色对你呢我是红色的红色的 Painted canvas in a brilliant light You don't 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哋啱啱咧去完三楼个工作坊，整完个扩香石。咁原来咧，依间酒店咧，佢喺晏昼嘅时间咧，佢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。咁我同 Henry 咧就啱啱去咗整一个玫瑰花形状嘅扩香石。咁我哋啱啱整完之后咧，唔系即刻攞嘅，我哋大概可能要等多，哦唔系好记得添，好似一个钟定两个钟之后先至可以攞嘅，系啦。三樓咧，依間酒店嘅三樓咧，除咗有工作坊之外咧，仲有啲Switch 可以玩啊，同埋有個足球機。如果你中意唱 K 嘅話，佢仲有個唱 K 室，係啦，咁你可以入邊咧尖叫或者唱歌都可以嘅。好，我現在去吃晚飯。對，晚飯在哪裡呢？在 TF 十三樓頂樓。米泽永沙瓦，是这样讲的吗？
taken morning slowly。 这个是猪肝冰淇淋，猪肝做的冰淇淋，没有，不是冰淇淋，就是猪肝做的料理。那个饼干有点硬的，跟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好，我也要吃了，我也有一样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刚刚吃完晚餐，然后回到房间，对，超好吃，我觉得不错，对，而且很便宜，对，大家猜猜看刚刚那个套餐多少？对，猜多少？公布答案，我们公布答案就是800块，800块台币，对，所以其实蛮不错的。刚刚看的那些照片，其实它很多，我们吃的很饱，对，我也超饱，可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很划算。就是比较很精致的套餐，所以大家下次如果有来住三行阁这间饭店啊，记得要就是预约它，就是顶楼的餐厅。刚餐厅叫做米泽厅，然后可以看到龟山岛，很漂亮的 view， 对，很棒的餐厅，推荐给大家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楼下泡汤，我们先去泡一下大众池。然后泡完，等下晚一点，可能在房间再泡完。对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下去。好，我们出发了，换衣服以后再去楼下。好，拜拜。偷偷派你换浴袍，你会穿吗？No me quieres, ya claro que te alejes. Me quieres, 会很带劲。然后我应该更带劲，其实你刚刚好。走远一点，大家看，其实是刚刚好啊。对啊，我觉得你穿的很好看。对啊，大家觉得呢？我觉得蛮正的。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好了，看我换好了没？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还露那个胸肌了，骨沟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去楼下泡什么？泡澡。好了，拜，我们去楼下了。泡完大众池，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，它有三个泡温泉的地方，有三个池，有低温的，还有中温跟高温。对，高温的最高到42.5度，对对啊，然后低温的是25度，中温的话是40度，就是喜欢哪一种温度都可以。对，我们刚刚泡的是中温的，就是还蛮舒服的。舒服。这里的礁溪的温泉啊，叫做美人汤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美人汤呢，就是它里面有加了，不是加了，就是这边的温泉是有含什么？等一下我猜。好，我查完了，这边的温泉是有含碳酸氢钠。含碳酸氢钠就是大家就会称它为美人汤，就是有美容的意思，因为它会让你的皮肤比较滋润。然后什么？等一下，然后对，有软化角质的功能，
所以想要皮肤变好的啊，可以来礁溪泡温泉，这边的温泉都称为美人汤，可以让你皮肤越泡越好。好，那我们差不多要出门去晃一下。对，因为今天进饭店之后就没有再出门过了。附近有夜市可以走吗？好像有，我们出去走一下就知道。对，可以买一些水果或是饮料回来。好，那晚一点我们再回房间泡汤给大家看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哈密瓜再加芒果，有奶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啱啱食完糖水，翻到嚟间房度。啱啱我哋出咗去咧，谂住睇下有冇咩宵夜同埋有咩糖水铺，咁你就去咗呢一间，就系叫做，其实我唔识读呢个字，我唔识读。你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吗？啊，是这个名字吗？哦，是冰雪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以为另一个字。我哋啱啱去咗呢一间冰雪度食糖水。我覺得佢幾好食，我哋嗌咗一個雙拼嘅沙冰牛奶冰，綿綿冰嚟嘅，有芒果啦，同埋哈密瓜，我覺得幾好食嘅。如果你哋嚟到宜蘭依度咧，咁就可以去食啦。咁我哋食完糖水啦，我哋啱啱都落咗去大眾池嗰度浸嘅。咁係啦，我哋最尾嗰樣嘢咧，就係喺間房度浸温泉。我係最期待依樣嘢嘅，係。我哋仲有一支日本嘅酒，可以一边浸同埋一边饮酒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去开定水先，拜拜。很烫吗？啊，很舒服哎，在房间泡比在楼下泡舒服哎。对，我自己也喜欢在房间泡比较多。这个浴缸超大，真的超大。对啊。有可以六个，有人要加入我们吗？下面留言，在下面留言哦。We could stay to watch the sunrise. Cancel all our plans. 我们刚刚泡完温泉，在房间里，嘿嘿，现在可以喝这个，喝酒。Cheers. Never thought too hard about it. Always came naturally to me. Never put a foot out of line. And I tried not to make any awkward statements. Always tried to be a good neighbor. Waiting for the right time to speak. Now it seems the tables are smashed.Tiny little pieces, I only want a slice of the pie. And all my Hello, 早晨，我现在在浸緊腳。再浸多一阵呢，咁我哋就执埋啲嘢就准备返去台北嗰度。我哋啱啱都落咗去楼下食早餐，都幾好食。佢楼下嗰隻呢係有自助形式可以攞啦。咁另外呢，佢哋主要呢係食我啲套餐嘅早餐嘅套餐，係啦。咁我同 Henry 咧就叫咗個魚，都幾好食嘅。Giving the new one a try. Baking the passes. 我回家咯。Finding a new way.
大家好，嗨，我们已经回到家里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早上也终于拿到，其实昨天已经可以拿，但是我们差点忘记。然后我们终于拿到这个扩香石，扩香石。对，哇，这个是男士的玫瑰男士，这个味道是我的比较好看。我的也不错，我的好看很多。大家觉得哪一个好看？睁眼说瞎话。这个是什么味道？薰衣草。薰衣草。对，很香。然后我们过几天就是情人节。七夕情人节。对，我们上一个情人节也是去泡温泉。对，我们上一个情人节是2月14号。对，西洋情人节我们也是去泡温泉。对，然后我们几次也 是。对对，不过我们提早庆祝我们的情人节，我们的平日去就没有周末去，平日比较少的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然后情人节快乐。好了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。好，拜拜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祝啊，对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好了，拜拜。你没有看到吧？你干嘛要一直用手啦？干嘛一直转？太瘦给大家看到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真的走了，拜拜，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妮娜在玩脖子的美吧。